若是你接受主的救恩，你的人生将会有奇妙的改变。也许你不信他们所言，但已有无数人见证了他们的看见。你我原来都是局外人，但主耶稣的爱却降临到我们。只要你愿意接受此恩，神的国及他的道路就会向你显现。这种的就才会发生的奇妙故事，唯有接受它的人才能心灵使你不再疑惑生命的价值，所有的智慧都要开启。他要将一切缘由都启示给你，让你知晓宇宙创造的奥秘。没有人能够知道你存在的意义，唯有他，唯有他能告诉你。若是你接受主的救恩，你的人生将会有奇妙的改变。也许你不信他们所言，但已有无数人见证了他们的看见。你我原来都是局外人，但主耶稣的爱却降临到我们。只要你愿意接受此恩，神的国及他的道路就会向你显现。这种的就才会发生的奇妙故事，唯有接受他的人才能心灵使你不再疑惑生命的价值，所有的智慧都要开启。他要将一切缘由都启示给你，让你知晓宇宙创造的奥秘。没有人能够知道你存在的